今日是我们香港欢朋一年一度的全城义工日，今年我们以成就弱势社群梦想为主题，透过110个义工的力量，为香港不同的弱势社群完成9个梦想。我们希望藉此鼓励他们勇于追梦，为未来的人生道路增添姿彩。欢乐帮义工和受众一起冲破年龄和身体的极限，成就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梦想。虽然我们看得不清楚，但我们有义工帮手都可以创作艺术的。没有一个轮椅朋友可以带入我的今日，终于有新一个选择了。每个学生都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就等我们为他们带来软硬件的支援，实现他们的学习梦。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离开香港。有座新书台和二手电脑，我会给心机读书，带个比较舒适的屋企给妈咪。学校是小朋友的第二个家，欢乐帮义工会一起粉饰他们的校园，装备小朋友追寻更多的人生梦想。放低了支画笔超过20年，没想过20年之后仍然可以帮一班小朋友完成他们的壁画梦。有座新龙门，我们可以在学校练玻璃，耶、今天这个日子里面，其实有不同地方不同的活动一起发生的。现在我们社会里面是很多人需要有其他人出时间出力去帮手，那我很希望呢我们的参与是能够帮到人，帮到自己，还有呢是燃点更加的多的希望。欢乐帮多谢你们，欢乐帮多谢你们，欢乐帮多谢你们。